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好康特派员哦。然后 Vicky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rry。Hello Hello， Vicky 姐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我们今天在屈臣氏的统领门市哦。那要怎么到统领门市呢？非常的简单哦，你只要搭乘蓝色的捷运呢，到忠孝敦化站呢，从二号出口出来哦，在左手边呢就可以看得到屈臣氏的统领门市咯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的身后的这一支这个香水柜位呢，是我们的 Anna Su 的香水柜位。那它本身有非常多的知名品牌哦。那我现在一一的为大家做一个介绍。这个两支的香水呢，它是日本的品牌哦，它叫 Love Passport。好，它是属于香精。那很多朋友会问啊，就说哎，香水跟香精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香水的持香度呢，它会在4到5个小时。那香精的部分呢，它会在8个小时左右。那再介绍这两支是 Guess 的洛杉矶1981的新品哦。好，然后这六款的那个是常态商品，是 Anna Su 的常态商品。然后这个第二排呢是真爱 Levin 的品牌，它是法国品牌。然后再来就是有那个万宝龙系列的香水，然后它是属于男香系列。好，再接下来呢，这个是卡尔系列，它也是法国品牌哦，属于香精香水都有。然后再接下来呢，就是 Guess 系列，还有 AF 系列。所以在整个柜位呢，我们有非常多的品项。然后现在呢，今天会为你做一个直播呢，就是为你介绍一个特别的东西哈。今天我手上拿的图卡呢，它是 Anna Su 的非常经典的入门款香水。然后这一支呢是许愿精灵，那它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有得到那个美妆大赏奖，好，然后得到第三名哦。然后它的味道呢，除了瓶身之外，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哦。然后它的瓶身上面有一只精灵坐在上面，然后它的瓶身有三面体的水晶瓶去打造的，宛如一个艺术品一样。然后它的旁边的紫色这一只呢，它是叫幸运精灵。然后这两只其实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现在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它的香调哈、哦，这支许愿精灵呢，它的香调非常的特别哦，它的前调的味道呢是哈密瓜跟那个柠檬所组合而成的，然后中间的味道呢其实非常的特别，它是黑醋栗再加上凤梨，然后有点果香的香甜味，然后它的后调味道呢是非常好闻的雪松，好，然后因为雪松是属于木质调。所以它是属于那种淡淡的清香型的那个香水，然后非常适合青少年或者青少女。然后像这支紫色的幸运精灵呢，它非常的特别哦，它是它的味道是花果香调，然后它的前调的味道呢是非常好闻的柑橘，然后中间的味道是非常好闻的小苍兰跟兰花，好，然后它的后调呢是非常好闻的麝香。然后其实它整个搭配起来，前中后调带出来的味道呢，其实非常的柔和。好，那今天帮你们介绍这两支呢，是非常热门的商品。它在我们的实体店面呢，好，30ml的原价呢是卖1650块，然后我们直接在这边是以推广价的价格给你们哦，是一瓶是直接799元。好，现在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，赶快分享直播影片，并 tag 一位好友留言我最爱 Anna Su 童话美人鱼淡香水，就有机会抽中今天提供的五份的三支针管，一支有2沫哦，一人总共是6沫，有5位朋友可以获得，尽快分享哦，请记得赶快帮我们按赞加分享哦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帮你推荐的那个商品呢，是我们今天的主推商品哦，好康抱抱哦。然后它是应该大家对 Anna Su 的那个商品呢、啊、哈、哦，应该都是不陌生。然后这支商品呢，它在2019年3月13号呢上市在台湾哦。然后它的瓶身呢是非常的特别，导播请麻烦请 take 一下近一点。OK， 我们用王美手哈、哦、帮你做一下介绍。它的前调呢的前调呢，香水它有不好意思，香水有分前中后调。那它这个瓶身呢是由非常时尚的玫瑰金所打造的。好，然后它的那个连那个美人鱼的长波浪，还有鱼尾，还有眉毛都雕制的非常的精致哦。好，那大家应该都知道，美人鱼的好朋友就是海马，好跟那个海星。
所以海马也有在上面哦。然后它这个中间的这个部位呢，它其实就是纯手工刻磨的，好，然后它的颜色呢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玫瑰金。好，它的下半部的那个瓶身的部分呢是消光的水晶瓶哦，好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它搭配湖水绿的颜色，然后非常的有疗愈。然后接下来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它的香调哈、哦，它这支的香调非常非常的特别哦，它的前调呢是由雪橙、还有柑橘、还有豆蔻所组合而成的。那它中间的味道呢，有非常好闻的茉莉花、跟牡丹花、跟荔枝。那它的后调的味道呢，是非常好闻的金色木质调加香草跟蜂蜜。它其实结合起来就是接近海洋的味道。好，然后这支呢，在2019年的时候推出呢，就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热卖，然后常常会造成缺货。然后因为它的味道是属于花果香的东方调，然后属于非常独特的一个香调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帮大家做一个试香的动作哈。来，其实呢很多人在问啊，就说哎，喷香水到底要喷哪些部位呢？其实呢，你只要喷手腕的部位，只要接近这个部位，然后喷两次 ，OK。然后你只要做沾抹的动作，然后抹到耳后，两边的耳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子其实它这一支的很特色的一个香调，其实就会让你增加非常多的自信。姐介绍的那么详细，那我们今天有什么优惠要给看直播的朋友们呢？今天呢非常的优惠哦，今天只要买一支独角兽的美人鱼系列呢，它一支原价1750元，然后30ml，我们只要买一支就送你一支哦。今天非常的优惠，而且前所未有哦，买到赚到哦，请大家赶快下单抢购哦。如果说在网购上面官网上面订购的朋友们呢，请你们尽快就是用连结的方式呢按连结下单哦，连结在留言区哦，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买一送一哦，童话美人鱼买一送一1750，对，买一送一哦，这个优惠只有4天，所谓这个活动的日期呢是在7月30号到8月2号这4天，不管你是在屈臣氏的官网上面做购买呢，或者是在一般的门市呢做购买，都享有此优惠哦，就是买一送一。然后今天会再加码送一个，就是当 Hill 的香水身体喷雾哦，然后这支价值1000块，然后它的摸数呢是只有摸数有195ml，来，就这一支，就是除了你购买美人鱼系列呢，美人鱼系列1750块买一支送一支之外呢，我们还会加码再送你这一支哦，当 Hero 的英国伦敦的品牌，然后这一支价值1000块，那它的香调非常的特别，它是属于比较中性的味道，然后它前调有佛手柑，然后它的中调呢有非常好闻的豆蔻，那它的后调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香调叫做白桦木。那白桦木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其实它比较少出现在那个香水里面，因为它是属于比较高级一点的成分哈，所以它闻起来非常非常的好闻，而且它非常的木质调，然后非常适合夏天。然后这一支呢，我们会直接今天在你购买美人鱼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直接加码送给你，好，请把握机会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你只要今天买都是买到算赚到 ，OK。两瓶只要1750哦，再加送当 Hill 的喷雾。我们如果还有一点时间呢，我会帮你再介绍我们实体店面呢，就是非常热销的一些商品。好，那今天先帮您做一个介绍呢，就是像这一支星际旅者，它是万宝龙系列，然后它属于男香系列。好，那这支一般在那个门市上卖的非常非常好。因为它原价呢50ml，原价是2100块，然后我们直接优惠价推广价是直接890块。那它的香调非常非常的特别哦，它所谓它的香调有什么？它的前调呢就是非常好闻的粉红胡椒，然后中间呢是非常好闻的檀香，那它的后调呢有非常好闻的麝香哦，所以它整个搭配起来是非常适合25岁到35岁比较务实性的男生哦。然后如果说你是阳光型的男生，也非常适合这一支哦。然后这一支呢，在我们的门市呢，直接就是推广价，直接就是890块。如果今天有想要到屈臣氏同里门市来试香的朋友们，
我们今天我跟亨利都会在门市等待你们哦。然后这一支呢，其实非常在2005年的时候，万宝龙推出的时候，它就造成非常大的轰动。好，那今天我再重复讲一下哈，今天的活动哈，特好框活动，就是这一支呢，童话美人鱼30ml的淡香水呢，今天原价1750，我们买一支送一支，然后还会再加码送一支英国伦敦的品牌 Dunhill 的香水男香身体喷雾，195ml，原价1000元，这样子。等于说大家都知道哈，八月份的时候有两个节日，就是一个是八八节，然后一个是8月25号的七夕情人节。那很多朋友在想说，哎，要送礼可能不知道送什么的时候，我们都帮你先搞定哦。今天你只要购买香水，我们直接就是买女香，我们直接送你男香，你可以一瓶自己留着用，然后一瓶可以送给闺蜜，或者一瓶可以送给女朋友，然后一瓶送给妈妈，然后这一瓶呢就可以在八八节的时候送给爸爸，然后非常的划算，因为这样子的组合价呢，其实等于男香女香都有，而且只要1750块就可以把三瓶一起带回去。这是今天的好康特惠活动哦，看到我们就等于看到好康哦。再跟大家说一下哦，看直播的朋友记得分享直播影片，今天可以抽出5位送出童话美人鱼的针管香水哦，价值450元，尽快分享留言，要记得 tag 朋友哦。好，今天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呢哈，我想再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Guess 洛杉矶1981的香水，因为这支是最近才到门市来的新品哦。然后它呢非常的有独特香气，它有男香跟女香，好，所以它们是属于淡香水，可是它们的味道呢，来可以看一下哦，它们的味道非常的特别哦。这支是 Guess 系列的女香，这支是 Guess 系列的男香。然后男香呢，它的香调有什么？它本身有佛手柑、红姜，然后它的后调呢有非常好闻的麝香。好，那女生的这个香水的味道呢，它其实前面非常非常的特别哦，它是红醋栗，因为红醋栗大家应该都知道，非常的那个味道非常的香，而且它不会让人家觉得腻。好，然后它中间的味道是非常好闻的橙花。然后它的后调呢有非常好闻的檀香跟香草，然后檀香呢这个香调呢，其实在香水里面呢，其实蛮多香水里面都会有这个成分。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成分？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味道。好，那这两支呢其实非常的优惠，为什么说它非常的优惠？因为它是100ml 哦，在100ml 的香水一般在外面呢市面上其实都要2000起跳，然后这支呢我们今天在实体门市呢非常非常的优惠，原价2000块，只卖你990元，没有错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990元，非常的优惠，而且味道非常的好闻，而且它是100ml 哦，而且它非常的有渐层感哦。所谓渐层感，就是像夕阳的那个渐层感一样。包装也设计得很漂亮哦。对，它的包装就像这样子。这两支都非常非常的值得来门市选购，然后带回去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非常的超值，而且 CP 值也非常的高。好，接下来呢再帮你们介绍一下 Guess 系列。那 Guess 呢，它本身呢其实它有分 Guess 女郎跟 Guess 的感受男香跟 Guess 的感受女香。好，它们这三支呢其实都有非常特别的一个香调。好，然后像 Guess 女郎呢，它的后调呢就是有非常好闻的那个檀香，澳洲的檀香，所以它在喷在身上的时候，它前调的味道是属于比较一点香甜的味道的，可是它后调带出来的那个檀香呢，它其实很 match 它的那个香调，很适合就是年轻的妹妹，好，或者送礼的时候，它会达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送礼的那个效果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再重复一下哈，今天的特惠活动哦。先抢先赢哦！所有的优惠就是分享直播的影片，然后 tag 好友，并要记得留言“我最爱 Anna 树童话美人鱼淡香水”，就可以抽到3支针管哦，有5个名额，然后还有我们的 Anna 树的童话美人鱼，今天有限定1750，买一瓶送一瓶，不是小瓶的哦，买大瓶送大瓶，再加赠 Dunhill 的喷雾。
有男香有女香，只要1750哦，就会获得三瓶哦。那我们的精灵系列，今天都只要799，一瓶都只要799哦。好，如果有喜欢香水的朋友们，今天欢迎来屈臣氏的同理门市来找我跟亨利哦。我们今天会待在屈臣氏为你们大家做服务，试香的服务哦。然后要跟你们讲一下，这次活动呢是在7月30号到8月2号这四天啊，我们有做一个特惠的活动，就是 Anna Sui 然后美人鱼的活动。然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，不管你今天是在屈臣氏的官网上面做一个订购下单呢，或者是在实体门市呢做一个选购呢，都享有此优惠哦。我们会直接买一瓶童话美人鱼30ml，原价1750块，买一瓶送一瓶之外呢，还加码送你一支当 Hill 的英国伦敦品牌当 Hill 的香水身体喷雾，然后它是价值1000块，然后摸数是195ml，非常的大瓶哦。所以等于说你买只要花1750元，你就可以把女香跟男香一起带回去。还没有分享的要快点哦，今天会直接抽出童话美人鱼的针管哦，记得分享，然后并要 tag 好友哦。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柜位有没有很漂亮？好，因为我们这里的柜位呢，属于卖的商品，其实属于各大知名的品牌哦。好，然后用知名的品牌，就是给你们最优惠的价格，所以欢迎你们到门市来找我们选购。好，顺便做一个试香的动作。然后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直播时间差不多了，然后希望我们在屈臣氏的同理门市等你们哦，啾咪。